家就是你的阿嬷当初迫害陈家良的所在。等等的有找教育部的官员来跟我斗三工，我相信这次一定能顺利过关的。这边阿嬷就是去辅导，就安尼噗噗的，噗噗的。张阿嬷，校长提钱想要甲我学习，就是为了今日招聘会能顺利过关。我无接受学习，校长的吩咐啊，马上改正。刚刚即使阮啥是接风而来，在我的梦想，所以条规安排和我穿新娘衫，你安尼是何必苦啊？只要你愿意继续跟我虚情假意，陪着我成功一年，就算我买一百领婚纱给你，我目头拢袂干，我感觉阁有机会甲你留掉的。你既然敢阿起脚动手，我宁愿阿干个死！啊，离婚尽量好吗？这边真正是董局的问题，由伊去负应该负的责任，就当作是一个经验。啊，你要爱我，莫去动刘王一林，你敢唔免花一个较好的理由？我一直就是不准你甲因卡的。干，你想？这样到底可以咪咪急？当专里去借人头账户，转来转去，最后当专里去廖蒙斯甲许世伟也逃来的。阿张。你想要死啊？我来相传你。